浩哥你好，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要去荒岛生活一段时间，你可以选择带三件物品，你会选哪三样？原因是什么？发电机、手机、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电机发完电之后可以给手机充电了，有手机的话就有办法就是离开这个荒岛。然后带水的话就是你可以喝嘛，因为吃的话必须捕鱼嘛。如果可以带一个嗨放派的朋友去，你会选择谁？并说出原因。要蛋蛋吧，寂寞的时候可以交解一下我的寂寞。暗夜选择了你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那我俩走过去。假如你在这个小岛上遇到了一群喜欢音乐的小动物，你会为他们唱什么歌呢？唱一首什么呢？祝你生日快乐吧。想要解锁更多我们的冒险经历，锁定浙江卫视嗨放派，我们不见不散。